糟了个糕，要死掉咯。唔通啊，痛啊。你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刚刚是要问你，有一个叫什么符文金字塔，跟这个星系仪。但符文金字塔的效果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星系仪的话是什么？五十九，六点格挡。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。哇，这个这么好哦，这个这么棒的哦。提升所有耶，还是我刚刚我有点到哈。这干嘛的？他是叫我丢掉哦。哈。14。
对，有差吗？啊，请问这个是差在哪里？升级以后差在哪？打 BOSS 啦！赶快去开台！哦不，哦不，哦不。哦不，它不会消耗掉。你说写个固有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射完之后可以再有，是不是？像这样对不对？哦，真的耶。造成 T 点伤害。9327，好痛啊！你好，哦，一定会在手上哦！哇，这么猛的吗？我是不是变强了？我是不是越来越会玩了？哦，这个是不是就不能花钱了？被能量饮料呛到，所以这个会变固有是不是？哎，我记得那时候有张消耗啊。怎么不是？你的不是是哪一个？抱歉，有延迟。那个，
哦哦哦哦哦，对啊，我刚意思就是固有就是不会消失掉啊。好，大概懂这个游戏，不是这个游戏，这是角色怎么玩的？哦，这是角色，好好玩哦。七点伤害，打你，然后打你，大概就是六点，随便打。好，然后再回十滴血，好，好像变难打嘞，什么东西？这名敌人将要对军继续格挡，这名敌人，不是我不理你，是我不想去摸，我就是怕上瘾。你怎么还这么不懂我？打击。哦，这是换位置而已哦。哦。防御卡并没有太多，好。可是我突然觉得我好需要防御卡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现在快被他劈死哎，二十滴血。哎、欸，他死了。所以才会有一些关卡是说可以把那个啊，我点错了，可以把那个什么卡片丢掉，这个意思吗？是吗？520，然后修复格挡。我有认真玩啊，不然我刚刚早就死了好吗？不是啊，这跟认真玩没关吧？我看一下哦，我玩这个游戏才四个小时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
我要不要开直播给你看延迟？快了啦，快输了啦。啊，不是，我在打什么鬼啦？哇，有点惨。12286，没关系啊，晚点我们结束斗阵结束，我再开直播给你看。嗯，怎么这样？不是啊，我刚刚进去通话啊，你人又不在。我刚刚问半天呢，啊小鱼咧，小鱼咧，啊小鱼人咧，他是不是骗我？9点哦。32720，啊，再一个这个了，结束。你刚去厕所，没有紫色也没有说你去厕所啊，说你不知道去哪里啊。啊，估计死了啦！37274，14，22点。怪我，那你要怪紫色吧，他不知道你去哪里耶。紫色吼，那怪你耶。哦，这个痛耶。啊，赢了耶，居然过了耶。怎么叫屁啊，他能叫我不能叫哦。天啊，冻结之弹傻小，随机获得能力牌已经使用过了，升级卡牌用。这又是什么啦？400多块钱，战斗啊！你叫罗密欧哦，这没冰冻卡怎么办？有用吗？零，好，刚只是测试而已，结束。8点，520，2点伤害。那你要干什么？熊给我上，哪来的熊？他叫熊吗？欸，他真的叫熊，他叫尖尖。哦，应该放那个的痛，
痛。哎、欸，熊熊怎么血量比较多啊？对，你是熊。哦。六点伤害。你说这只熊超痛吗？有呢，我感受到了呢。熊你好痛哦、喔。嗯，九点。嗯，先四三十二，先劈你这个，那再搞你这个，然后多一张卡。再用你这个，然后再用你这个，什么再见了啦，死不了啦，红面具，每场战斗时给对手一层虚弱，哟，好棒哦、喔！每回合开始增加一张词，一层虚弱。哦，这个好棒哦、喔！什么嘞？再见咯，就跟你讲说，我开始会玩这款游戏了齁，只是运气好不好而已啊。我今天下午打这只，就打到剩两滴血啊，快气死了。世界你好，然后再招小弟啊。很烦啊！嗯，好啦，世界再见了，真的要死了，这是没有办法救的了，十八七二七十四。好，各位，只能用一次，一次就够啦，一次就可以拯救很多性命了呢。嗯，打击，哈。怎么能看到教主死了？我死过很多次了齁。哎、欸，好浪费哦！先用这个，这个再加这个，啊，没了、哦。那、啊、不是下一回合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你怎么没有说是下一回合？